잘했는데 아까 중간에 랩할 때 가사를 잃어버렸어요? 아니면 박자를 놓쳤어요? 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唱这部分其实挺稳的，只是刚刚确实我的那个鼻涕流到嘴里了，就是卡了一下。来了，鼻涕流了，什么？鼻涕流到嘴里了。 아, 그걸 먹고 있구나 그냥. 反正是吃进去了一点点，够 real， 这是爱豆的发言，这是 rapper， 这是 rapper。Sorry， 你说你是你泄气的野心，所以下一回不要被这种东西就是打扰了。明白，老师。